我们台湾有非常特别的民族疗法，刀疗，什么？就可能要拿菜刀配着刀背上拿来比试。那配饰是什么呢？是刚刚发生背景的摊子也有跟我讲，这个用锤法呢是不是每一个按摩师都会的，那非常特别，他有特别去学习过。那其实跟大家可能会看到铁锤打在身上会有点害怕，但其实我刚刚有稍微分析一下，其实蛮特别。打的筋会让你松松，先帮忙松松，再帮忙按，然后按的比较深层，比较舒服的，会比较能疲劳全消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想要体验开心按摩的，等一下也可以来。那等一下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民众体验完的心得。我们今天是现场非常多摊位的，谢谢摊位。感觉如何？有点小声。前面还好了。前面在打的时候就觉得还好，然后后面就越打越痛。越打越痛。感觉就是越来越深沉。越来越深沉。心态那边。然后再用指甲掌，好，非常谢谢。